牛，开壳。现在外面的气温是-30°，终于到地方。一旦扛稳了，100斤左右，扛到100多米远，然后咱们扛到我的车上，看见没？我这电动车可以拉1000斤左右的草啊，干就完了。朋友们，草已经割完了啊，我车得有800多斤草。朋友们，开着电驴走了。